请继续抢答。三个座位加四个轮子等于一辆车。啊，为什么？什么车是三个座位？请抢答。谁？啥呀？爱丽丝漫游仙境。哦，快抢，快抢，快抢！是吗？他那已经亮了。不知道啊，你看。好不容易抢到了，不会不知道。小丑 Joker， 请啊，我的天，这么简单都没有猜出来，我的天，好酷、啊、上大学了、啊、哎呀，我说前一道题都没答对，我答对了吗？没有吗？我也没有吗？嗯，哎，我那道我本来就可惜了，追不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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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！哎呀，零分了，零分了。常识题，请哼唱出以下经典旋律，请抢答。哟，哼唱吗？当当当当。如果需要我。快说，我这有答案了。当当当当当当，你这是龙标，我听你演唱这个，不是吗？完了，他哼完我也忘了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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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了，我刚不是这么唱了吗？他没有唱出那个梆梆梆梆梆梆。哦，是不太一样，是不是？打扰了，打扰了，打扰了。你说我看这么多年新闻联播，我能不会唱？对。哎，坤儿，刚才你那就对了。哎，我刚刚唱的是什么？当当当当当当。你这是龙标，我听你这像这个。继续抢答。哎，摁了。我没摁呐，我真的靠了一下呀。小贾，小贾，小贾，你试一下这个，你试一下这个。梆梆梆梆梆梆。棒棒棒棒，这不新闻联播吗？这不新闻联。考试结束。刚才在考试过程当中呢，答不上题的同学肯定平时没有好好听作业帮的直播课。所谓名师有大招，解题更高效，大家以后有什么不懂可以上作业帮直播课来学习一下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就要来公布大家最后的考试成绩了。恭喜郭大林以非常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名牌大学。我们不能上同一所大学，我们是差的最远的。好难过，一个不完整的我怎么配得上一个完整的你。请来领取你的录取。很遗憾，我们只有一位同学落榜了，就是蔡小葵同学。三分之，你再念一遍题目啊！正确的单位，好不容易抢到了，不会了。本来想猜的，就怪你说相声，这么简单都没有猜出来，我的天！我刚刚不是这么唱的吗？哎，我刚刚唱的是什么？太可惜了！哎，我那道本来可惜了。蔡小葵虽然落榜了，但是不要灰心，这只是人生中的一段旅程。未来还是有很多的机会等着你逆风翻盘。